说你们加油，我继续飞。快点啊！我来了，我来了！啊、等我，什么东西、啊？上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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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面。什么东西啊？快快快快快快快！哈哈哈！不，买电影票一样。It's my fault。好，现在知道。OK， 知道怎么走了。好快呀！来呀，来呀！就是运气不好嘛，对不对？中了就爆了。耶嘿！风水轮流转，转得头晕眼花，他妈！好、我发现空白键就够打了、啊。空白键他们好像血不多吧？空白键两下他们就死了。姐姐，空白键就够打了、啊。不行啊！再打下去我会崩溃啊！空白键连打就好了。我一快崩溃了。扁牌咬他哎、欸！我的和那个 PPT 版只有 Steam 吧？外星人一击必杀、啊，真的假的？没有吧？还蛮容易死的。他是说你们已经偷窥我上厕所上了三次了，第四次了吧？第四次了。我是紫色的，会一边上厕所一边举哑铃啊。也行，你去抓这样，顺便锻炼一下括约肌了吧？他毛一刀死了。走，走下面。我们两个中了，我过了，快！走，go！超车！哎、欸，为什么我会飞下来？哎、欸，现在，对啊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拍照。可是我们逃走了、啊。哎、欸，有了，你死了！为什么？他只有两台，不好意思。OK， 来骑这个，这边有一个外星人。我的，不能用吗？哎呦，他给我偷袭我的马，偷袭我的马。哦，你吐你，吐你，我吐你！我怎么骑不上去啊？我好困难啊！我吐你！是我吐的啊！就是证明了你不是骑马的料。谢！切！我口水给他。我他妈的！这应该是战风，应该风流。有没有玩过那个《战国无双》？噔噔，想要升级。哎呀！断头台！哇！赶火车是不是？口水！冲啊！所以我就说这游戏玩久了会失智啊！失智的游戏，走！哇曼 ，OK， 笨，一瘦大爷，我手好酸啊，看到手酸了，杀！啊！怎么紫色最丑啊？只是最可爱好吗？哎、欸，龙卷风！OK 啦，拜拜。从我口刚刚要下来了吗？你要当那个吗 ？K ship， 等下骑 K ship。可以走。他死了。欸、还有一只。红啊！走。人中，就是人中之马，然后加那个，还有一只宠物哎、欸，什么紫色最狗才乖啊！杀！你看你们一个拿树叶，一个拿砍刀，只有我一个拿骑士长矛，就是
是什么回事啊？证明我是游侠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哇机！哎，在马上面不能用法术哦。我跟羊很配吗？我也这么觉得。害群之马，有人说害群之马。这你打吗？哦哦，哇！你的羊都在吐了，好不好？好惨！哎呦，冲冲冲！看到哦，扫帚碾月刀。哎，这边有只猫，哎，可以抓它吗？猫咪，猫咪，猫快打海猫！猫咪，猫咪，有人被抓了。猫咪，我在看猫咪，你在打屁啊？这王八蛋！他头被砍掉了，砍头。咪，有王，大师交给你了，小兵交给我，交给我。我还藏在哦，后面还是。喂，搞定。啊！这！哦，我被抓走了。这！你不要不要靠近那个门哦，打门会被传回去。再重打。这！断头。走走走。抢劫。这一只还不死亡哎，因为没有出现大血条。快去了。可以吗？我可以抽别人 PP 吗？应该不行吧？有人说我的鹿角可以抽别人 PP。哎、不要再相信没有根据的说法了。我怎么你就死掉了？我死了。大师交给你了。大师无所谓了。大师，大师，大师，救人了！大师，大师去了！大师，哎，隐藏人物，我想玩这只哎、欸。好吵。我可以玩那只吗？沙漠屋顶。我很饱啊。懂啊。本多中正嘛，有人说我是本多中正，这个打掉吧，这人这打掉过了，再试试看，跳起来打。呜、哦，怎么会有毒的那个烟雾？呜、哦，不行，这里不能。哦，挡住，可以挡，可以挡，就可以挡啊，因为他在里面用那个龙卷风在旋转，这样。哇塞，好威啊！哎，我给你啊，骑士长矛，大砍刀，刚刚那个小蝙蝠啃怪的时候的样子好可爱哦。对啊，哎，你后面，你在打哪一边？为什么你会打你的反方向？走吧。我张脚啦！我张脚，哦哦，我是张脚，哎，哦，好多，暂时，哇，弓箭手好像只会出来一下子而已啊。左边的，待会打楼吗？可以啊，待会可以打楼啊。我保护你。哦呦，保护你。哦，哇，他死掉了。哎呀，喂，羊羊可以撞人啊！羊羊它的功能是它可以撞敌人。来了来了，红主公。哦，剑雨剑雨剑雨，小心剑雨。啊！我被卷死了，救命！我在左下角。我救！剑鱼来，剑鱼来了，好痛！那我刚被龙卷风卷到死。我会旋风斩。早上几点哦？大概十点吧。今天比较早一点。这个很有陷阱哦。是这样，打排球啊。打那个斜排球、啊，这么回事？哎、欸，我们得一分，我们得一分了。打排球。哎、欸，我们被得分了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我们会输啊？
为什么我要打排球？啊！打回去，打回去！哎、欸，我要输了，我要输了！我打了，我打了，你把拿球！我要输掉了！这球太难判定位置了吧？有！6分！哎、欸，我们要输了，真的要输了！拿弓箭射呢？有人被打死才打？为什么？你还可以吧？球吗？那、no, 我们输了。来看影子啊！球不是这样踢的。啊，再！热血排球！打球打到要复活！有啊！耶呀！踢球啊！还封他们！我还封他们！不会了，会了！喂，这喂，传球！哎呦，可惜！还封他们！还封他们！哦，打好远！假动作！你要假动作？你要骗谁啊？你想要骗谁？你跟我讲。Yes。不对啊！直接扁了。呜、哦，你不是在打人，还在玩球？可以跟我说明一下吗？我怎么感觉你们没在打人啊？你打球，我们打人、啊。Yeah， 赢了。哎、欸，他给我东西、欸，这是什么？有币。我靠！为什么今天是59啊？因为爱好吗？你要杀四只？阿郎看击杀数，击杀数量。这是什么？哦，地图啊。这个有那个宝，看一下，有商店吗？我想去买个东西。这个打完才会有。OK， 我们去商店好了。回去换武器好不好？回去换。在左边那边下面左边就有了、啊，干嘛还绕远路？因为这边的东西比较便宜啊。哦。OK， 走吧。坦克世界吗？坦克世界重点是我没办账号啊，我现在还在重新再办，重新下载。水多买一点吧。大耳猴，增加猴脸，增加你的找到道具的运气。猪肥膘？什么？我是猪肥膘？我怎么可能是猪肥膘呢？少林猪球。好吧，我们先回去换武器吧。来吧，这是武器库，我的武器库很帅哦。你要换哪一把？黏的武器库，黏黏的武器，湿湿滑滑的武器库，好恶心哦！别忘暗道吗？没有啊，我是紫色，这把不错啊，20等。什么东西啊？换新人的那个吗？动弓箭！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！我唐国，对，荒野菜。我以为我唐国了，这可以拿吗？我以为我荒野菜哎、欸。鱼要30等，没办法拿。这什么东西啊？法术加3，你可以拿这本啊，15等可以拿。哦，大师好像很帅一样哦。闪电杖 ，magic。OK， 决定要赛吗？今天不知道哎，先玩这个吧。OK， 走吧。哦，冲啊！有个拿花野菜是二是不是？花野菜二人组，波比不二家。OK， 走吧。你妈要不要换宠物啊？不用换吗？宠物？你干嘛到竞技场？你想要 challenge me 吗？啊，没关系啊、欸，我们不在意。雨水的神殿，好吗？哇，有钱！这是要吃那个三明治？他飞去哪里？飞不上去吗？应该是要那个啦，吃那个三明治。道具有没有可以用？我没有三明治啊，我也没有三明治啊，还是说要用花的？还
现在挖，大概三秒之后我们可以把它挖完。来来来，是这样开的吗？施工施工施工，应该不是吧？回去买三明治啊！不要傻了。还这么隐藏道路，看一下。对吧？这边应该拿要吃三明治啊。右边。为什么开了？突然换到多个多的地形。OK， 拿电钻吗？不是吧？你想干什么？后面有人，后面是我们的士兵吗？揭竿起义了！揭竿起义！揭竿起义！亚当为揭竿起义！你在讲什么？不要趁机偷偷唱什么天本用语。OK， here we go。就好像是这样唱的吧，大单位接干起罗丽红的星海革命，什么东西啊？就跟你讲说是千本幼女的嘛，不像是。我不会新唱的，就是的。不假，不假，不啊不，飞龙太云手，不，深深夺人，不，穿云箭，不。哪来的穿云箭啊？呀嘿，穿云箭，千军万马来相见，是这样念吗？我不知道，哈哈，乱念一通。舒服。哈哈。为什么我每次玩到最后面都要打僵尸啊？你会觉得，就是一款打僵尸的游戏。我打算以后坐在空中了，我要在空中连段，被人道毁灭吗？我不知道，那是怎么回事？这是花叶菜的同盟组织。哦六根，啊多根。哎呦，加速进，我们可以哦，千军万马都不见吗？一支破甲箭。哇，千本的七，哎，这为什么大支啊？科学啊，来吧！哦，中两枪了。わかりました。花椰菜，神风花椰菜。わかりました。别别！我被抓了。啊！我被传球了。你还可以吗？哦，他头被砍断了。Nice。